大家好，我叫 Siria。咁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阳光啦、很乐观的女仔。咁平时因为我很喜欢去户外活动啦，咁我就喜欢跳舞啦、玩瑜伽啦，同埋近排今个暑假啦，有咗一个新兴趣啦，就是 wakeboard 啦去。咁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即系好 sporty 啦，喜欢户外活动。是很阳光的。刚刚讲到 Wakeboard 都是刚刚今个暑假开始玩，所以我觉得即我是开始培养了一个兴趣，但是未说很拿手的。但是我跳舞方面呢，我就由六岁开始就跳 Jazz， 所以去到现在呢，我都还有去校级啊，之后有每个礼拜有恒常的练习咁样啦，所以我会好觉得自己擅长 jazz 咁样。其实我地面瑜伽同埋空中瑜伽都有玩啦，咁之后但我觉得地面瑜伽同空中瑜伽系两好唔同嘅嘢啦。咁地面瑜伽系真系帮我去增加一啲力量咁样啦，咁但系空中瑜伽咧系即系做完之后会好有满足感咯，因为你做到嘅每一个动作都好靓啦，所以会即时带俾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咁样。咁其实我学瑜伽啦，同埋跳舞啦，我觉得第一会训练到我体态啦，咁即系我系即系识得易掌握啲点样去行路啊，点样去即系摆 pose 啊咁样啦。咁其二，我觉得就系佢真系帮助到我工作啦，因为我而家系一个 part-time model， 同埋我有做一个 part-time 嘅跳舞老师咁样啦。咁即系呢啲技能会帮到我好多，喺工作方面或者系事业方面帮到我好多咁样。工作方面，我觉得。即系而家我呢个阶段，我仲读紧书嘅话咧，我就会以读书为中心，即系因为我真系觉得读好啲书先有更加多嘅出路啦。跟住之后如果而家系一个part-time model 嚟讲嘅话咧，我觉得呢样嘢系可以令到我好开心啦。喺读书之外啦，我仲有即系机会有时间可以放松自己，做自己中意嘅事啦，同埋可以即系就算。第时真系会立志去投身呢个行业嘅话咧，我觉得即系呢一啲 part-time model 嘅机会系一啲练习嘅机会咁样。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我嘅动态啦，可以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啦，因为我喺 Instagram 上面啦都会 post 好多平时嘅相啦，或者我做 part-time model 嘅时候嘅相或者 story 咁样。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啦，多谢。